秋冬感的 bra top， 内层的面料是长这样。还有要给你看内层的罩杯啦，你看完全是透气孔，超棉超软。这件衣服轻轻松松就是弹性非常好，我觉得我很爱它的那个螺纹面料，因为它不是典型的正常的螺纹，是不太一样的织法。尤其是我的米色超爱的，因为米色真的很难得可以穿到那么显白、那么显小资，它是那种小圆 V 领，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修饰大家的身形哦。里面呢、啊、是一体成型的罩杯，超赞，完全不需要穿内衣，而且很像那种乳胶，软的又有透气孔哦。